今天早上从神户市有把大车开过来，那最主要来这边看到很多的他们的培训很需要，所以我们做了比较服务更多的人，更需要的人。Today, I came for dental services, and I appreciate y'all taking the time out to be able to do services like this. We try to do not only cleaning, we get some education out too. I think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看到的慈济人呐、啊，总是为这一群苦难人呢而付出。是啊，我们要用怜悯心啊，牵挂着苦难人呐、啊；我们要用喜舍心啊，真正的关怀着大地众生。的确，这种爱，只要你付出时间久了，那一粒粒的种子它也可以萌芽。穷困人呐、啊，启发爱心，它也可以呢一点一滴的竹筒岁月啊，也可以累积，它也可以帮助别人。佛陀教导我们呐、啊，菩萨如农夫耕耘心田，苦难人他们的过去因缘呐，就是少了造福结善缘，今生处世啊，就会有很多的困难、穷苦等等，有机会。有因缘接触到他们，他们现在的苦难，我们可以及时付出，同时呢，启发他们的爱心，让他们呢心灵打开，有个心灵财富，天天的一点一滴的。爱心培养出来。I love the fact that you guys are all about love and respect, and we help each other with the patients and make them feel very warm. One day, hopefully, become giving back to and helping other people. So I am gonna become a volunteer. 这都是弘法宣导吧。爱心的种子呢，撒播在他们的心灵里，哪怕一点一滴，对佛法一句一句，这么的好的话，入心起欢喜，就如这样的听到了慈济人啊，跟他们分享啊。有这样能帮助人的力量，是来自于点点滴滴集合起来，来能帮助他们。他们了解了这样的一点一滴，他们自己也有啊。培养这份耐心、爱心，把它累积，也是可以呢，帮助别人啊。这个道理跟佛经里面所说的道理是不谋而合，虽然是人间事啦，其实呢，佛经啊的经典呢，就是要这开启我们这一念的善良的心，引导我们能人人的力量汇聚起来，可以帮助更多人。有道理的话，要普遍的让人人呢身体力行，这叫做弘法。你要把法弘扬在人的心目中，这个法是可以实行的、可行的法。所以常常说，经者道也，道者路也。
就是一条可以走的道理。所以我们呢，真正的要用心啊。这个天下灾难这么多啊，生活呢，得从小培养开始。看看小女孩罗斯。I don't like when people eat apples. I just don't want them to jump them. Apples are very nice. So you're not going to eat animals anymore, are you? And I don't want to keep them jumping. And if I keep jumping them up, there'll be no more apples.人之初性本善，本来就有怜悯心，本来就是有那样的同情心啊。这马来西亚的孩子不也是这样吗？他的坚持。为什么你要吃素？因为我要救动物。哦，为什么你要救动物呢？动物，如果我们煮动物杀动物，还是它会找不到它妈妈跟爸爸，所以我不吃肉。他知道将心比心想啊，他不忍心吃众生动物肉，他希望动物呢都能平平安安的过日啊。他就开始呢不吃，很坚持，就是同个桌在吃饭，就问他说，全家同一桌啦，都在吃肉，你看着不想吃吗？然后你会想吃吗？你看到你妹妹吃啊，看到你朋友吃肉，点想，可是不能够，还要坚持下去。哦，你要坚持到几时？坚持到我100岁。啊，100岁呀、啊，101岁的时候哎。也是。师太，我要吃素到1000万岁。他要如素吃菜到1000岁、万岁，那不就是来生来世吗？花心绿叶呐，生生世世，多可爱呀、啊！细回细，到现在哦，小学2年级的，还是坚持如素哦。虽然呐、啊，虽然他说有一点想，好，不过听着这句话有一点担心啊。这种有一点想，将来再长大一点，会不会大一点想？那再长大呢，会不会通通想？哦，这都是我们呐、啊、人类的过程，危机重重啊，陷阱重重啊。假如呢，我们没有坚持的这一念心啊，没有这一分的天真无邪、干净无意念的一念心，想一想，不都是很容易被诱惑去吗？所以我们要把握成语再提起，绝有情人勤修，我们要用大圣法，我们要精进，真正的要天天啊，好好的一句一句啊，好好的累积呀、啊，化在心中，时时欢喜，彼此之间互相的勉励。我们要有大家互相勉励、互相的激励，我们才能很久的坚持下去。假如没有的话，自己呢也会很容易呢被陷入陷阱里去哦。总而言之啦，难得人生得闻佛法，要好好的时时多用心啊，
不仁的话呢，无常什么时候发生都不知道。像昨天那一波的强震啊，好在是发生在外海，而且呢深层的。假如呢是在陆地啦，我们现在又怎么样呢？想到了厄瓜多，看看慈济人呐、啊、还在当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想我们呢，要不要借胜虔诚啊？所以我们要时时多用心啊。